所谓中国新疆地区存在强迫劳动，完全是子虚乌有。纯白无瑕的新疆棉花，不容任何势力玷污抹黑。我们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新疆事务和中国内政，反对基于谎言。 和虚假信息以所谓新疆人权问题为由，对中方有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。对于跨国企业在中国的正常的经营活动和构建产业链、供应链的努力，中国政府始终持欢迎和支持的态度。对于个别企业， 基于虚假信息做出的所谓商业决策，中国消费者已经用实际行动做出了回应。希望有关企业尊重市场规律，纠正错误做法，避免商业问题政治化。同时，我们欢迎外国企业到新疆 实地考察，也愿意为各国企业在新疆开展贸易投资提供支持和帮助。